萧瑟，这一次暗河留了十成功力，就为杀你而来。哎，我的面子还真大呀！ 想等我萧瑟施礼，会先问我们两位玄月城的师兄答不答应。师弟，哎，又是这个行货。孙梦云，我没去找你，你自己到宋上门了。梅无忌，暗河听令，杀！ 刘无杰打不过那苏慕云，你快去帮他。原来这次暗河为了杀我，做足了准备。小熊木火，随我来。 追！